今天其实要拍的这个影片呢，就是过年的特别企划，因为想说就是在过年期间，大家没事在家里应该可以看看影片吧，因为大家都在说什么谣传过年期间上片流量就是低，但是呢我不相信，所以我找了一群流量密码来，反正我今天呢就是找了一共10个人，然后来跟我们一起拍这个就是过年的贺岁影片。那因为就是今年是虎年嘛，所以要先祝大家虎年行大运。但是我今天跟阿宪两个人呢就是会分成两组，阿宪是另外一组的小队长，对，然后我们今天会进行 PK， 所以一共就是会有5关。那我现在要一一来唱评今天的队员。好，来第一位，让我们欢迎伟伟。Hello， 各位。那我看我胸前有2只这个非常喜气的老虎，就要跟各位观众说，好利大发财。一个谐音呢。他有备而来，非常的好。有备而来。好，那你今天有没有特别想跟谁一对？我其实所有人都可以，只要跟我哥一对就好。不要跟你哥一对就好了。我太常在一对，就像有点竞争关系，才会让我们起劲。好，那我们第二位就来欢迎哲哲。虎年顶呱呱！哇，这是唱的吗？我觉得大家都很用心耶，我们两个很瞎耶，我们两个整个四个字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欢迎第三位，木星。木星，干嘛啦？新的一年，木星会继续的。I love you， 还有 I love you， 很棒。你可以考虑一下，下次就是要开约，你可以约我。不用了，不用那么快了。我们好约哦。然后呢，下一位呢是我从来没有跟他合作过，但是呢我很常看他一面，觉得他超级可爱的金鱼岛。我在哪里？在祝大家天天幸福 ，Happy New Year。好可爱，好可爱。他都是金招哎。这些都是前辈，你们其实都做比我久啊，所以我是那个小小的。哎呦，我跟你讲，老大在2021年的时候呢 ，YouTube 订阅已经破100万了，好厉害！恭喜一下，恭喜一下，恭喜一下。那最后一位呢，我们的压轴，让我们欢迎丫丫。进行我们的游戏之前呢，我们先来抽我们的成员的部分。对对对对，那这样子呢，这边一共有8张，然后我跟阿宪呢，一人先各抽出一张来决定我们的成员到底有哪些人。好，好，来来这张，那我拿这张。好，3、2、1，3，哇！老大，最后一个队员是，
送的，送的，送的，一定会赢的啦！好啦，好，我们第一阶段呢要来玩的呢就是虎年行大运。那这一关的游戏关卡呢，就是前面会有非常多的红包，我们要用筷子夹红包，一次就只能够夹一包过去而已。然后呢，要放在这个椅子上面，掉下去的话就不算。可是因为我们里面呢是有正负的，所以我们最后呢也是一样凭运气。看一下自己到底最后是得到多少钱哦，所以多夹不一定会赢。对，多夹不一定会赢。那我们就开始咯。好，好，加油！开始。OMG！ 可以呀！加油！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。加油，加油！没事，他们那包是赢的。加油，加油！没关系，随便赢，随便赢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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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事没事，加油加油，林轩！没包就输了，林轩！不要看到我们！加油！他们呢？我不行了，不行了！没事没事，没有，我们掉的都是负的，我们掉的都是负的。来，我们还有还剩几秒，还剩几秒，最后十秒了！加油加油加油！你们要加油一点呢！比赛怎么可以耶？这一张是什么牌？是的，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阶段稍微复杂了一点，我们今天呢，如果是抽到五万的话，假如说现在五万，你可以决定不说它是几万，嗯，这样子的话就是五万。然后呢，我们累积谁最快累积到100万的那一队就是获胜。哇！第二阶段红绿集八班开始。冷静，冷静，冷静。现在我们是什么人？没关系，下面一位，算吗？算吗？算了。啊！你看，
他们已经开始了，开始了，没有，没有，下一个是条哦，好大，都是条啊，都是条，都是条，哪里？哎，谢谢，让我看，来，慢点，慢点，慢点。这个跟打飞镖一样哦，是条，没有吧？没有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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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
技巧啊，我太厉害了。盖起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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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是谁、啊？我其实有答案的。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游戏规则呢，就是待
会关主他会跟我们说笔长度、笔宽度，但是我们不知道他的题目是什么。OK， 所以也是有点凭运气。好，所以就是他讲完以后，我们选一个立刻推派一个人。OK， 好，没问题。OK， 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股市丹丹。Let's go。低级笔长度。那我们的第一题，我们推派的是央央。哇，好强的吧，各位。好，旁边是我们的蒋嘉。没有啊，为什么要比高？我们也有。我们要比的是头围的长度。头围的长度啊？哇，他的感觉蛮小的。头围是这样量吗？那我们怎么量？哎，我感觉太大了吗？好，
脚底板离地板的高度谁比较高？行，我可以扶这个吗？可以。那这样看得到吗？可以。不要数出来啦！再一百元
参与。好，可以。我们要支票哎。祝大家每天都生龙活虎。Could wear a blindfold.